我蓄意空拳。来吧，老鼠打野很久没玩过了，打一团可以学 Q， 我去下面丢个眼。这老鼠一直团也蛮厉害的 ，Q 可以一直刷新。这边先插个眼，直接往上走。来了，直接学 Q 开干。别乱走啊，这寒冰对来可以救你啊。继续刷新 Q， 继续打来。没什么机会就走吧，他卖一下吃个 Q 就好了，吃个 Q 的话随时勾上来他就要死。这寒冰减速粘住我，打强攻，我这边什么时候放了一个眼，我刚才插过眼我都没注意看，这要是被看到就不好搞了。他这波有线权在，肯定会压他们。我看这剑圣从哪开的，他这火应该他是红开的，他这火应该打完 F6 了，或者去反我们野了，待会看一眼三郎有没有在就知道。再开个 Q 过去看一下三郎，我感觉他去上班去了，给赶紧给剑魔发信号。他看到我们在下肯定去防我们野了，用来贿赂我自己。我再抓一次，下路可以卖一下。我甚至无法品尝那空气的味道。坏了，我死了，他沿途没中了，这波救一下救一下，沿途中了就给他杀掉了。我来上了，这波我好没 W 没闪现，直接挂点了。应该点了死了 A 一下，小龙给个眼吧。这剑圣一般看到打野在上面去都会去打龙的，他打龙很快的，抓不中。这波发条没闪，先溜了。不要吓他，我可以去把他单偷了。对，他别往前压，他不知道我过来了。这发条剑圣才四级，我开扫描，他吃个果子过来，这边有果子在。来自下水道里的，兄弟，你的沿途怎么回事？这发条闪现还有一分钟，再抓他一下，再搞个先锋，直接起飞。这岩穴七级给他瞬秒了。别怕，直接给他秒了，还不出坑你要死了。哎，弹回来了，真的刚好三下强攻。
这发条太喜欢打架了。这个剑圣打岩雀，你除非能直接 Q 死他，或者他交 W， 你 Q 过去，不然就一定会吃他 W， 吃晕了就死了。不行，我得抓一次这个 AD， 把最后层寻宝给他收了。跑不了了，我还有个 E 在。我跟岩雀换一下位置，他当打野，我当中单这会儿。你以为我去了，我就在那边等你呢。感觉可以抢一下龙。噜噜噜，这么勇的吗？给我来个，不是，哎，别E下来，可以打了。我感觉 AD 要过来了，过来。我发现你了，我马上就会出现的。舒服吧。哇！蓄意空拳676，我还特意惩戒回了一口血，还是被他一拳撞死了。我还以为这个镜符不会呢，原来他都已经一切都想好了。我还以为他要跟这个剑魔打了，很会啊他。收集者的声音我可太喜欢了，去杀这个剑圣，跟一下我。有这么怕他吗？徐洛没变啊，必要给啊，给个变羊就好了。应该死了吧，收集者。我甚至无法品尝了。差一个呢，不给我吗？那我凑个整吧。
下一把，下一把。